咁我今日咧就好开心，因为我咧就揾咗我个女阿 Music 嚟撑场。系啊，妈 Queen 姐。喂，嗱，虽然话半个女啫，但系咧上到嚟咧，任何嘉宾都要扮嘢噶啦。咁你有啲咩贡献先？好多人睇完个剧咧，都话我同你真系有啲似。女王办公室。系啊，即系应该学下你入边咧有一个。標記的一個學我係啊，好啊，我好想睇。你入邊有一個咧，係成日咁樣。有冇搞錯？有冇搞錯？有冇搞錯？唔好意思啊，我平時唔係咁噶。好少見到阿何詩係咁樣。唔係，依個係阿 Queen 姐自己創作出嚟嘅呢一句説話。因為主要都係希望即係輕鬆啲咁咯。係咯。咁啊，咁難得同你合唱首歌好嘛？好啊，我哋今日揀呢首歌咧，好啱你嘅。Top of the World。So happy， 希望大家都開心，同我哋一齊唱咧。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由佢爷爷嗰度开始，其实三代人咧都系艺人嚟嘅，演员嚟嘅，演戏嘅细胞咧毋庸置疑噶啦。不过扮嘢嘅细胞系点咧，我都未睇过喎。姜文杰因为主持 TVB 音乐节目，好似《无间音乐》《360度音乐无边》等等，为观众所认识。今日佢要模仿嘅对象就系郑伊健，唔知佢能唔能够将音乐细胞大爆发，激起运动细胞，将伊健扮到入型入格呢？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哪一边，我追你线如陷迷阵里边，化身百次眉目一转，震天边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看半疑，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沉沉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心思
片。上天请先 Benji， 犀利啊，似唔似啊？啊 ，Benji 点会拣选郑伊健嘅？其实细个喺中学嗰阵时候，成日都会模仿一下人咁样，模仿最多系秦沛啦，梗系。其实伊健我做完之后咧，我中学嗰阵时候都话过话，哇！如果有日喺台上面俾我咁做就好啦。点知用咗十几年之后，真系可以发生，我都冇谂过，所以多谢大家。既然咧大家觉得啊，佢都扮得唔错喎，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将你嘅支持化身为喺呢个禁制嘅行动里边啦？系，呢个声音话俾你听，你可以揿五下。绿色高唔高过佢扮秦沛呢？哦，多啲绿色，多绿多绿，耶！多谢 ，OK， 恭喜 Benji， 多谢，可以得到现金3000蚊同埋潮流手表一只嘅，恭喜晒，多谢，你哋准备好未？起掌声，阿姐。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荡失太早，旅游有太多圣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字字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全都是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你要强壮到低，再去低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专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字字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次等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拜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撇撇语。从泥泞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我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
mask？ 我唔單止中意呢個 mask， 我仲中意呢個梳乎你啊，姐。喂，你下次扮啦，你可以高好多嘅。好啊，咁咪襯啦。點啊，各位現場觀眾係咪好開心啊？今日。哇！想唔想繼續玩啊？想。OK， 咁我哋就唱一首。繼續玩之前咧，就要請我哋啲嘉賓上嚟，多謝佢哋啦。多謝佢哋，多謝嘅各位嘉賓，請出嚟。喂，分別係。仲有訓練班嘅同學係咪？係冇。當然啦，阿姐。一個禮拜不能沒有你的金曲啊！OK， music。萬千千面紅，人世萬千千千千情多，千千情多。要眼金和，沉着時刻苦苦追逐，苦苦追逐。那正如藍，原來是塵世種種逆運，種逆運。你现在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就快啲 subscribe 啦！